好，说一下这个位置，这里有个阀门，这样拉一下，这里会翘起来，帮我按一下，来，按下去，然后这个压下来，拉起来，这个翘起来，再拉一下吧。好，再按下去，就是有时候盒子在里面拿不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打开，就是这里压条可以打开的，就是靠那个阀门。